南投的紫南宫元旦将发放着兔年生肖钱母，只是没想到这庙方都还没正式发放，网络上面已经出现这预购兔年钱母的网站，而且应有尽有，但是民众纷纷抵制，因为说不知道这货源是真是假。迎新年，紫南宫兔年生肖钱母日前才刚正式亮相，元旦当天也将发放，供民众排队领取。但没想到网络上如今竟出现兔年钱母预购网站，店家写着紫南宫兔年钱母整组整组卖，项链套币也应有尽有，还标榜绝对是正货。但看见网站大喇喇开放预购钱母，也让民众看傻眼。你会上网去买吗？不会，我就觉得那个根本就是假的东西了。啊，这个东西就是真的要来庙拜过、领过，然后跪楼，我们才相信那个是有用的。对神明不太尊敬吧？这种东西要虔诚一点，过来自己拿。紫南宫主委也出面说明，买卖钱母，神明可是不会保佑的。托你公伯哈，把钱母哈，他把这福气要给你，福气要给你，啊，你家己去卖哈，等你把你福气都丢掉。应该这种买卖的哈，都不到土地公、土地婆的庇佑。紫南宫生肖钱母超夯，但网路购买来源，民众恐怕得提高警觉。而庙方也强调，想要钱母不必花钱买，元旦排队领取或是来捐血都能免费领。这位少宇南投报道。Thank you.